啦 ，cam 就拎咗 level 3啦，然之後今年就拎咗五星咯。我化學科拎到五星星，我有四 level 4先有 level 5 star 啦。我化學科拎五星星，我冇 sam try。咁我就由舊年 level 4啦，咁依家就升到去五星啦。我化學科攞五星星。咁我上年即第一次考 DSE 嘅時候咧，就攞 level 4啦。咁我今年第二次考嘅時候咧，我就升咗兩個 grade， 就變咗 five star。我化學科咧五星星，我冇 sam try。我就係2016 DSE 嘅 written 考啦，我 cam 嘅成績係由四升到去五星嘅。我化學科咧五星星，我就係由四升到五星嘅。我今年就冇咗 sam try 啦。我化學科咧五星星。我 cam 本身拎四，我今年背完 sam try 之後變咗五星。我化學科咧五星星。我本身 cam 就由 level 4升到 level 5啦。我化学科拎五星星。咁我就由四升五啦 ，cam 嘅科。我化学科拎五星星。我冇 sam try。咁我上年 cam 就拎咗三啦，今年升咗上。我化学科拎五星星。我冇 sam try。我今年补 sam try， 我攞咗。我化学科拎五星星。多谢 sam try。多谢 sam try。多谢 sam try。